到暴风雪模式，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方就会开始发愁，一定要四个人集合在一起生火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动，你把你的能量和药都打满，让他们围在一起，等他们生火的时候，就一个人打到三四个，非常的简单。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很尴尬了，我到底是要打血呢，还是要生火？他会在这个之间纠结，或者还是救那个队友。这个时候队友就会哇哇叫，快救我！他就死的死，伤的伤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当然我这次操作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自己迟了一点，就是没有快速进入到房间，我自己打血慢了，然后也死掉了，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如果操作好的话，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可以打好多人。